我说这个年头啊，尤其是娱乐圈啊，做艺人啊，你知道吗？不好当。做 entertainment 的话不好做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的感想？有没？哎，还有啊，人家说巨星都是这样的样子的咯，啊，出来拍照的时候拍不到我眼睛吗 ？OK， 因为昨晚没睡觉，眼袋很深，或者眼那个眼纹啊很深啊，不是啦。其实呢，这个只是个开头啦，这样好看吗？这样你们喜欢吗？没有掌声的。我们说啊，演戏的人啊是疯子。哟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没说啊，你们听到那小虫吗？没有啊，大声一点。演戏的人不是疯子，看戏的人是傻子。没有啦，不是傻子啦。OK， 怎么说演戏的人是疯子呢？我举个例子啊。OK， 我一想起这首歌，就想到这个艺人，我说他是个疯子啊，怎么说的呢？看啊，三群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人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爱。怎么说呢？人家说他年龄25岁啊，你啼笑。50几60岁的，你说是不是艺人是不是疯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一个哦，我想起这首歌啊，就想到这个艺人，这个艺人我蛮喜欢的，他是我的偶像哦。人生于世上有几多知己，多少有如能长存。今日别离共你，双双两握手，友谊常在你我心里。谁啊？唔知咩？阿Sir，我讲嘢大声，唔代表我冇礼貌。Sir，谁？周润发，发哥。